每日一词第二季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文潇的每日一词时间。准备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。今日热词：杠精。杠精是网络流行语，指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要反对的人。生活中，你提出对问题的看法，总有人并不真正关心真相和观点是否正确，往往无视、忽略、曲解原本的逻辑，只为反对而反对，通过抬杠获取快乐。你遇到过杠精吗？你是杠精吗？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